我知道什么是戏子。赶走了，赶走了！你找死了，小财主！想也别想！我叫骆玉生，你名小财主。事实上，我并不知道我真正姓什么。 戏子就是把戏当命根子的人，取义救人，你救不了我，就像取义也救不了国家。 不要把说戏子误国，真正误国的不是你。我倒觉得古曲取义在历史，更像是一种武器，让敌人恐惧，同时也能唤起国民的爱国激情。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